都可以哈。那开心的我去看他们家人家。好的，掌声。爷爷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我们是诗经茶庄，我们本身是做茶叶的饮料连锁。那饮料连锁到目前来讲是比较竞争，在台湾算是非常的竞争。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的网站的资料，其实台湾的竞争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争取了。那我们是希望能够促进。所以我们一直积极在网络上啊，当我们人要过去大陆那边行销的话，成本会很大。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通过网络的力量，这方面把我这些家里的这个加盟商啊做一个整合。另外方面，希望能够通过网络先把我的形象行销到大陆去，因为现在在内陆那边呢。很多年轻人积极想要创业，可能他们的外部成长造成他们现在年轻人想要加入意愿比我们台湾人更强，因为疫情的因素增添。现在年轻人已经，现在内陆的年轻人很多只会跑过来，他觉得一个晚上，就好像我八十几年到台北，七十几年那时候到台东一样，一到台北就想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入到底台。那几年的时间，人均入规北结婚证，一百块到变几百，规百万，那个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对内陆那边的年轻人，他也一部分现在的心态啊更积极。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学习的网络的那些知识，能够把我们的网络再往前行，做什么样的营销。那来到这里呢，讲实在话。这外面在电脑公司在开的课真是差很多啊，在这里我稍微讲说，就是最主要是我们叶教授他讲的观念，不是教你在怎么去做网络，而是教你怎么去应用。我想这个是不管是对企业主来啊，对将来要从事这个产业，你会做没有用，做了以后让它产生价值，或者是会有用。所以第一天来，我第一个概念就觉得说，哎，这个老师形象挺厉害，因为我本身也是做企业管理，我也是企业管理的讲师，能够真正了解业主要用这个是要应用的，不管你今天是要从事这个产业，或者说将来你要应用这个产业，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这个协会真的是有东西给我们得到的东西，真的是市场所需的。好，在这里啊，跟各位啊，分享一下我的心得，谢谢。感谢吴老板啊。